喂，高密。不好意思啊，秦爷，严总这边呢新定下了一个方案，你那边如果还没画完的话就先别忙了。哦，我这边其实画的差不多了，不过当然你们有更好的方案当然也很好。对了，你那个朋友陈洪峰啊还真不错，他新找了一个设计方案，以梅花为主题，搭配一首山园小梅，严老喜欢的不行。你是说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？对对对对对，你也知道那个是吧？绝配。今天严总要去公司看一下完整的设计方案，你如果在的话也一起来看看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咱们仨真的是，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呀？他们那儿的人心思怎么都这么深啊？我还是没法相信啊，昨天那一切都是演出来的。他们东西都拿走了吗？那如果他们之后再回来呢？你怎么办？秦公子，我带雨嫣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接受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苦衷。逆来，他知道吗？待会儿回去吧，这会儿他应该很需要你。那辆自行车就当送你最后的礼物。知道陈总之前开发过一个游戏叫《青鱼联盟》，在哪能找到？不知道哎，已经暂停的项目资料好像都不见了，可能只有陈总知道。雨嫣，今天你是大功臣，等这两天合同落定了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就稳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我们去酒吧庆祝啊。然后呢？接下来我们回家，或者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今天啊，感谢咱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啊，尤其是咱们高总对咱们项目的鼎力支持。接下来大家吃好喝好，来来来来，高总，这杯酒啊，一定得敬你，感谢。那个什么？咱们昨晚之前说好了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雨嫣，来，跟你说两句悄悄话。雨嫣，你就是叶琳吧？之前啊，你哎，干嘛呢，玲儿？怎么了？松开！他摸我，我没用力。你
没事。这姑娘怎么这么大力气啊？我就是听过她名字，想跟她聊聊。就是，玲儿，赶紧道歉。对不起。来，再敬高总一杯，快点，快点。跟他一下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